汤。你在干什么呀？你先回答愿意还是不愿意。无缘。不愿意。不是。愿意。我你到底愿意还是不愿意？停。霍图心，你今天必须娶我。你到底在做什么？观摩学习啊，看看别人是怎么成亲的。我答应你的事情我会做到，你没有必要这样。你不是想让我安心吗？我想如果他跟乌源成亲，我就会安心一点。放过糊涂心吧。我已经放过他了。跟漂亮姑娘洞房总好过丧命吧。我已经给火兔心最大的慈悲了。乌远，你被吓蛊了吧？是啊，咱俩成亲就能结。火兔心，我可没跟你开玩笑。干什么？你这是要强迫我吗？这云端之上你躲得了吗？乌云，你可是个姑娘家，这种事情传出去你还怎么见人啊？天上的事情地上不会有人知道的。一拜天地。咱俩都没有父母，二拜也拜天地吧。我没穿婚服，不算。好，那就再拜一次。反正我们有一整夜的时间，可以慢慢拜。不远，你疯了吗？对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在天上拜的堂，地上不算。谁说只有拜堂？我们还有洞房呢。洞房这种事大张旗鼓的不太好吧？所以这空中的新房是一早就为我们俩准备好的？你自愿也好，我勉强你也罢，总之今天晚上你逃不掉。洞房的事你懂吗？你懂，你教我。说吧，这次你又是为了什么？你终于问我了，我都等得不耐烦了。为了你啊，从来都是为了你。我不需要。不需要什么？不需要我，还是不需要何灵石？